且小巷沿途拜票好友一竞选车上扫街，全力拼路战。一大清早，侯友宜走进市场握手寒暄，沿途菜贩手拿象征冻蒜的蒜头，预祝北神炭高票当选。前程参拜，不止走访市场拜票，庙宇行程也没错过。侯友宜一步一脚印，却面对造谣抹黑接连攻击。张天青自认为是东厂，说不选举不操作一下可惜。投开票日不到两个礼拜，立法院、行政院、监察院不但全力围上来，扮演东厂、西厂、南北厂，弄黑、抹黑。遭列为抹黑，妻子公司炒新庄地皮，侯办已经强调那些土地无法多耕，绿营又接力指控大选馆逃漏税，侯友宜强力反击。我好不容易关掉深澳燃煤电厂，今嘛高污染的政治燃煤电厂。抹黑全开，我们大家一起在10月24号全部站起来，正义的人民站出来，灭东西南北厂。选举进入最后关头，侯友宜谨慎应对，面对各种抹黑手段，就怕选前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选情。记者詹朝成、陈心怡、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